根据天津市政协京港青少年交流计划，4月19号至20号，香港教育大学代表团一行来京考察、座谈交流。活动期间，天津体育学院与香港教育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协作，共同开展研究项目，定期合办学术会议、论坛及专业培训。香港教育大学还颁发奖学金，支持天津优秀运动员入读香港教育大学硕士课程。期望在科研、学术交流方面，为天津、香港的体育教学、体育研究进一步发展。用我们学校一流的设施和香港教育大学先进的运动科学理念进行强强联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园。